你要输了，你就给我当一个月的迎宾。上次来到这个球馆，大获全胜。据说那个桃子师妹这一次找了一个很强的搭档过来，我觉得又是吹牛，过去看看去吧。哇，这一般啊，这还一般，正可是2019年世青赛女单冠军周猛，这么强。我先走了，辉哥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带我一个，带我一个。哎，辉哥干嘛呢？辉哥，你不会是怕了吧？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俩去上个厕所，咱去上厕所。你不是很有动力吗？你要是赢了我，我再送你百节私教课；你要输了，你就给我当一个月的迎宾，可以吗？行吧。下次光临，做得非常好。